为了帮助国内亲寒家庭的学生，县政府启用关怀奖助金的方案，这次来到草屯镇，颁发予草屯区以及民间区各中小的学生奖助学金，总共22位学生来领取。其中学生也做了感谢卡片，送予馆长，表达因的感谢之意。馆长更希望这囡仔会安心来读册。学生对馆长手头接下奖助学金，是拢非常的欢喜甲感动，并挥上感谢卡来表达感谢之意。我们现在目前的南投县呢，好多的国小、国中的学生啊，因为家境比较困难啊，小孩子都非常的辛苦啊。那协助了3万块哈，啊，暂时能够啊，协助他的家庭渡过难关。在这波疫情影响之下，产生真侪家庭变故，为了帮助受到影响以及亲寒家庭的学生，县政府启用关怀奖助金方案，这届是来到草屯镇、八华、草屯区以及民间区各中各校学生的奖助学金，总共22位学。民间乡跟我们草屯镇有22位小朋友来受到县长的帮助，他们也写了一些感谢的话来回馈，来感谢县长。那我们希望这些小朋友啊，日后也能够啊，在他的求学路程上，就跟他人生旅途上，能够一帆风顺啊。在疫情当中，家庭特别困难的，那这一次啊，我们有2位同学哈，那都是单亲家庭呐，整个啊家庭来讲啊，也都很需要啊，人家来帮忙啊。那我想，不管在学校，不管是在家庭哈，还是说学生，我们都非常感谢啊县长啊这份心意啊，非常感谢县长在奖助学金是对他们真的是非常有帮助。我们只要在家长会能做得到的部分，只要学校有提出，我们都会尽量用全力去帮助这个小朋友。提到奖助学金的学生跟家长是都非常的感谢。在危机的时阵，有这笔钱来到三江，不过县政府财政有限，为助金的来源大部分是靠着公益财团以及各界捐赠，也希望企业或者是爱心人士会当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做伙来帮助弱势家庭，协助学生会当安心来读册。家庭生产不多。